CDD10-060。外观展示：1.0吨窄腿电动堆垛车，最大起身高度3600毫米，机械转向，交流驱动，动力充沛，210安时大容量蓄电池，满载工作时长8小时以上。工作状态：此款叉车配备交流驱动电机、无碳刷、免维护、闭环控制系统，坡道自制动更安全。细节特写：窄腿堆垛车适用单面托盘，机械转向更可靠，维修费用低，起升电线位，避免极限机械冲击，有效延长电机电池寿命。